经保育了大概有134种这个国家一二级保护植物。那在这个15.8亩这个珍稀植物园里面，现在有多少种这个国家重点野生保护植物呢？有67种。搭载神舟14上太空的一个品种的哺乳种子播种出来的小苗，现在上层的一个生长状态，估计今年的10月份可能可以看到它开花。看视频，上封面。